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我现在在玩这个天天玩乐园，这个是我女儿叫我玩的。然后超级帅的爸爸，我们取名字叫爸爸超人。真的不能用，为什么？有人取的。我告诉你啦，超级帅的超人。超级帅。我没有很帅啊。超级肥。超级赛亚人好了。超级赛亚。超级赛亚人，爸爸超人，好不好？超级赛，超级赛亚，爸爸超人可以吗？好啊。好，明早长会不会大家记不住啊？没有啊，没关系，14个字。还是我不要太长，我超级爸爸超人。不然我就写真爸爸超人可以吗？真。救急好了。救急。救急一说救急。救急爸爸超人。OK， 好，穿好了。真是一个很可爱的游戏啊。你玩多久了？2年。啊？2年。你玩2年哦。那你在里面有认识朋友吗？我玩这个奖励、你说金叹号这个点一点吗？对，这个有奖励。好，点一点。啊，不对，它一开始会有开头。是哦。会有开头，然后它什么什么什么，它就会介绍一下。这个不能跳过。不能跳过。不能跳过。天天玩乐园。然后就这样，就可以自己，然后它会。介绍一下，就会有个人慢带。哦，是啊。你知道吗？我看超救急。他说：“欢迎来到天天玩乐园的广场，怎么样？广场不错吧？”哦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我能理解你。好，先去服务员帮个忙吧。好。怎么样？这样进来当服务员吧。滑动画面看四周。哎呦，可以哎。好的，服务中心那边。我找到你了，我邀你。啊，你找到我了。好，使用摇杆可以移动到那边哦。在哪里？我给你点爱心。哦，他要引导我怎么走？我突然觉得我也好肥哦，太大只了。救急宝超你好，我是向导员啊，你是新来的啊，我们会帮新来的居民来使用我们的村庄哦。确认，请点击左上端的初学者指南。首先逛，和我播放宠物店来认养宠物吧。这个是新手每日印章。我给你点一个。啊？你是我的女性。你是、我现在还在教学，直接等我一下，我现在还没有教学完。我想看你在哪里。我冰箱在哪里？我在广场。你在广场？那我也在广场啊，广场。你来看啊。是不是我们不同伺服器啊？它有分伺服器吗？啊！我找不到你。我找不到你。你有看到一个很肥的人吗？没有，都很肥。爸爸，超人，看我搜到你啊！啊！这个。可是我看不到加好友的地。我看不到加。你，我等一下。啊！我看到了朋友。有了有了，可爱小冰沙。允许。好好。啊，允许的，我们成为好朋友了。好，太棒了！你是我游戏里面，我跟随你，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你了。你跟随啊？我你在哪里？对啊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好。哇，我看到你了！哇，你跟我打招呼，你好矮哦，姐姐你怎么那么矮？好矮。对。你可以点一下那个。点一下什么？太棒了，姐姐你出现在我的画面里面了。好，那我现在。我跟你。好，你跟着我。我现在要去解任务，因为他叫我去宠物店领养宠物的样子。他领起那个超级一般的宠物的。是哦，宠物有什么差吗？你昨天买那个。他说，如果见到喜欢的朋友，记得点个赞。你见到我，你帮我点赞。怎么点赞？等一下我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点一下我。Happy Pet， 我的人生伴侣。哎、欸。啊？这个。点你哦。点。点爱心，这样子好了吗？对，就这样。哦、这个就是点赞了。好。好了，那你叫可爱小冰沙、哦，你喜欢吃冰哦？对啊，我本来想叫可爱小天使，然后结果没办法，我又换冰棒，然后结果这不行，然后呢之后就换冰沙。
哦。那快点吃冰啊！好啦，我现在要干嘛呢？初学者指南，点一下看看。姐姐，冰箱里还有三根冰。太多了吧？你买那么多冰干嘛？妈妈叫我全部买下来了。啊？妈妈叫我全部买下来的。是啊。哎呀，我忘记认养宠物了，我跑出来要认养宠物。那我怎么又跑出来了？我要爬进去啊。好。很像神奇宝贝店哎，他叫我选宠物哎。可是它里面宠物都很。好。第一只不知道会是什么。这是蛋啊，你要从蛋开始孵。啊，我要怎么把它叫出来？你点一下背包，然后这里有这个。然后这个打勾，它就会跟着你，你走走看，你看后面这个蛋一直，你可以帮它取名字。是，而且它就蛋，你要帮它取。不用，它就蛋而已，蛋就好，蛋就好，不用去取名字了，蛋就好了。那我随便取。好。你就打。等一下哦，爸爸的手机比较旧。啊，我一直走路它就会孵化了吗？没有，不行，它就是它有需求，你点一下它，然后你必须要帮它。完成是啊，然后他就会海边钓鱼，他叫我去海边钓鱼。对，所以你需要买一个鱼缸吗？我不知道，没关系的。我看到海边了，在前面。哦，刚刚吃完东西，喉咙还卡卡的，吃太多油腻的东西。啊！那我看到你了，你一直跑。啊，跟上。姜太公他说我没见过你哟。哦，你是第一次钓鱼，首先给你这个钓竿。好，他给我一个 basic 的树脂钓竿。询问了像纸的初学者用木质钓竿。那我也要跟你一起钓鱼。哦。还有小鸭鸭钓竿。好，你有什么东西特别好的都特别烂？哎，我的宠物蛋，他叫我摸它哎。我摸它没反应呢、啊。没反应、啊。是手机坏了吗？手机坏。哦，没有了，错了。那你哪只钓竿？哦，确认。钓。你去钓啊。摸宠物可以提升亲密度。只是摸宠物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可是它现在很臭。我现在到底是要钓鱼还是啊？算了，我先钓。爸爸，你可以去我家，然后我家有那个浴缸可以给它吃。是哦，你家在哪里？我家，你点一下我，然后就可以进去了。好，我的上面有个巷子。它要钓多久才会鱼？就是它要看有没有影子啊，它去啄一下它。然后如果哦呦，有了，哇哩嘞！没有，再来一次。没有，是它震动。它会顶一下。好。太慢了，太晚了，跑掉的不行。挡你。不要了，你不要挡我了。你在干扰，这样我没有鱼会吃啊。我有鱼啊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哇，太晚了，这次太晚了，可恶！它、啊、那个时间很难抓哎。可是很好抓哎。在钓，我的宠物蛋好像很痛苦的样子，我看它一直在冒烟呢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它有时间的。是啊，会不会蛋最后不见了？不会啊，完全不会啊，我放不管也没关系啊。鱼要吃了！有了，钓起来了。哦，我钓到一只白色海星。我都没有白色海星的，所以我钓到是很稀有的吗？爸爸，你要看，你爸爸，你钓到很稀有的吧？对，我钓到超稀有的白色海星。姐姐说她没有，她玩了两年，她白色海星都没有拿过。谢谢。哎，不要挡我，我看不到我的鱼。哎，哎呀，太晚了，可恶啊！再来一次。一定要钓鱼吗？我刚刚有遇到一只很大鱼，但是我太晚了，我没有钓到。大鱼没有了。啊？大鱼没有。是啊、哦。你就钓了。所以我玩这个游戏就是一直钓鱼吗？钓鱼可以干嘛？没有啊，就是它可以提升等级啊。然后之后，因为你是一开始玩，
后之后他要先领导你。哇，我要钓到海星了。海星很好钓。哦，是哦。你炫耀一下。炫耀干嘛？你炫耀啊。爸爸这个人很低调，我不太喜欢炫耀。我给你炫耀一下。我炫耀你。哇，你怎么有那么大只的那个六翅斑翅河豚？我家里有更大只的。是哦。好。走，去做大事，我去做。等一下，没有没有，我。给爸爸的肥肉。啊！不要捏我了，哎呀！这是大只的，哇哇哇哇哇！天哪！哎，姐姐，很大只呢，蝎子鱼，26公分。等一下。啊。哎呀，我等一下给你看。是哦。这个。这还好。哎，我看到你的21公分，你的超小只的，我的26，我的26。我还有一个。好，那你炫耀啊。有人邀请我参加聊天派对，我要参加吗？你不要参加，你不要参加，你不要参加，关闭。好，没有参加，没有。好吧，现在已经掌握到钓鱼节奏，我要钓了一只海星，这次巨无霸，17公分长。看我也有26公分的。好，很棒，再来，我们比赛看谁比较大。我这次要钓1公尺的鲨鱼。我摆在哪里？在你隔壁啊！你怎么了？你刚变阿飘了。是啊。你刚变阿飘了，真的，你刚变阿飘了。好，等一下哦，这个鱼又要上钩了。干扰你。不要了，哎呦！喇叭刚完了，你现在干扰我。哎呀，这个鱼一直在那里试探呢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钓到了钓到了钓到了，我按到了。哎呀，这只是哇！天啊，75公分长的大西洋龟，不得了，姐姐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啊，你100多公分，这么大，哦，好吧。啊，那我先去其他地方逛逛。我这个宠物蛋好像……爸爸，你等一下我，你点一下我。等一下你干嘛？等一下我。好。然后呢？这个。然后你去，就这个，这个，你去我家。去你家啊？对。你还有是这个记得订阅日清拍影片哦。对，爸爸你，爸爸在我家了。我现在在你家了、哦。对，这是我家。天哪、啊，跟你的房间差好多、哦。嗯。你的房间没有那么干净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他的房间超干净的。人家很乱。乱讲话哎，这样很伤害女孩子的心，不可以这样讲。啊？你要跟姐姐说对不起。弟弟跟姐姐说对不起。还有你哦！哦，我为什么我也要说？对不起，没有公开这个好房间是不是？到你了，姐姐对不起，姐姐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好，不说。姐姐，我现在在干嘛？为什么我出来了？我现在是要去宠物店了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先玩到这边，好不好？好。不要玩太久，因为明天还要上课。对。OK。